先固定啊，对，固定固定，你可以推它，接力嘛。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脊椎，就是脊椎每一块都有健康的。如果中间能力不够的时候，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一看就知道了啊。你看一下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的脊椎有是不平衡的话，它是一边用力，后面的人他是借力借到前面那个一边用力的地方去了，知道吧？就会斜的，慢慢的、轻轻的，试一次。好，慢慢用力，慢慢用力啊！慢慢用力，慢慢用力，好，慢慢用力，好，慢慢加，加压，加压，慢慢用力，加压，对，加压，加压，啊，椎间盘突出来了。